哎，喂喂，你歪歪不能说话吗 ？Hello Hello， 能听到吗？我靠！哦，我游戏语音可以，我歪歪这边我没电脑，我手机说不了。哦，那你就游戏吧，那就游戏吧，挺好挺好，那就用游戏麦。太好了呀！那他们人呢？什么他们？他们人不行啊，他们人。我都谁呀、啊？今天都有谁？不是那个谁，徐元宇，你直接加我好友，我拉你进队，你就用那个游戏说话就行，知道吧？对对对，荣耀不是跟你在一块吗？他就用的那个。为啥歪哥我用你那个编号搜出来不叫假假叫栀子花开？不可能，我假假什么时候叫过栀子花开？说啥呢？你那号错了吧？我找到。快呀快呀快呀，我加你了。加我什么玩意？你叫什么？我叫奶奶。然后看看有没有奶奶加我啊。奶奶奶奶哪没有奶奶？这个营宝是圈圈是你吗？不是，我叫圈奶奶。哪有圈奶奶呀、来抱一个吧。哪有圈奶奶呀？我加了你两遍。没有你，没有你。是不是你好友太多了？你是加的假假吗？是假假，是假假。我他妈八十多个人加我，不是你在。没有你。我一键拒绝了，你再加我一下。好了，加了。很高兴遇见你。圈奶奶，哦，通过。OK 了，我把你拉进队伍啊。圈奶奶进了。好的。和他一起玩。陈斌呢？等会能不能总兵啊打他们给个爆死好不好？什么玩意？你说什么巨卡荣耀？我说等会能不能玩那个特种兵的那个特种兵的那个？不是，咱们玩那个巅峰派对，就是那个过关的那个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那你也可以。你看我现在已经是现在这个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我吗？你在哪？现在是怪兽好吧？你在哪？我找你。我在广场上。我也在广场上。谢谢 F18的新春烟花，谢谢妹的开运醒狮。你知不知道钢琴在哪？我给你表演个音乐。你知道钢琴在哪吗？不知道呀。你来钢琴。我在哪他妈是钢琴？等等等等等等，徐元宇叫什么呀？徐姐，徐元宇叫什么呀？斑比不可以 ，OK， 斑比不可以，可以。这个是不是得升到二级才可以做那个捣蛋鬼模式啊？不玩捣蛋鬼，就玩正常那个。不是耿雪，你叫什么？哦，等我把这关打完，我告诉你我叫什么。我在决战呢。还有谁？还有谁啊 ？KS 是不是今天？几个人？我们今天？圈圈。喂，我今天就开个人模式挺好，没有什么组队模式。
六宝是我们里面的吗？不知道啊。你们会玩吗？你们会？你们怎么敢播这个游戏的？哇，我随便玩一玩，我就是一直拿第一。强强强，太厉害！陈斌呢 ？KS 呢？今天晚上是不是有陈斌啊？陈斌不在线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了？我把我的 ID。哎，雪雪不在我队里。你加甲甲，你加加我好友。F 十八的四个。我也想帮忙。你就叫甲甲，你名字这么厉害。不是，你看一眼那个什么，你看一眼那个编号，他们的编号加了我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孩子上厕所了。很高兴遇见你。还差 KS 是种小混混混混。彬彬是无敌的，高层组队。哎，不行，这个队伍满了怎么办呀？这个队伍满了，我怎么建房呀？哦，我可以提前给你们发密码是吧？这样，不用。对，我把屏幕一挡。我太聪明了，我把这个。你们的码发到哪里了呀？群里吗？对，你看一眼，看一眼。没有啊。哦，搜到了。是不是等一下。哎，这也会被看到。我想一想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没人知道我们的密码了？OK。我加你了，我叫那个，我叫伯伯。你先进房间就可以了，有一个自定义房间。OK。密码我发群里，等你们都进来，我再告诉谁。哦。好，怎么加房间啊？喂，歪哥，听到吗？我听到了，你不进来了吗？没有，你不急啊？怎么加房间呀？你就右边加房间就行了。我还能加他吗？好，右边。右边加房间。啊，怎么都不进呢？人呢？早说不玩这个导弹鬼模，你早说啊！我他妈我做了半个小时这个题，我做恶心了都。这个题我做了五遍。我做了四遍。搜索三次。OK。三次十七题。OK。对，十七个字。好，我最后还是百度。先给他挡住。玄宇人呢？进呢？玄宇。先等我一下啊，我马上进了。不是，邀请好友。你能邀请我吗？我已经加你了。我不是你的好友，我现在在房间里面，我加不了，好像。不想写作业，关。他只能输入房间号，不能输入房间密码。是我的问题吗？
真的假的？那我就只能那我重新加你们吧。小黑叫什么来着？你来抱一个吧。没事没事，那个就是那个。重新建过去。小黑叫什么呀？小黑说他叫小黑黑。没有啊。哦，他进来了。我怎么回到那个房间中呢？你们能拉我回去吗？起风了。你们拉我进那个房间可以吗？我邀请他。佳佳，欢迎光临，欢迎。我直接申请加入你的房间。OK， 我找到了。我加一下小黑。可以听到吗？可以。有声音了？有了。OK， 我们密码8800，快快进吧，观众朋友们，8800可以进了。这么快吗？开，直接开！什么含金量啊，歪哥！直接开这边！哎呀，这些啤酒天天等着虐我们的，我告诉你。行。哦呦，这就开始了。小心那个 TUAR 那个逼啊，那个逼有问题。不是，我能问一下，师妹，我们是各自为战吗？对，各自为战，你还想组队啊 ，KS？ 你他妈疯了吧你！我想跟你组队啊！人家还跟你组队？两个人。让你们看一下我的实力。哎呀，不是那个刁民，别你妈来找我啊！别找我！我刚刚练过两把的，我很强。哎，这怎么有人骑我头上了？什么鬼？人家肯定得骑着你上位呀、啊！我去！哎！哎呀，过不去了！慢慢来。放点我。我也想帮忙。全小黑，这都是我们几个，我们几个处于队伍的最末端。冰冰可以啊，冰冰就在旁边呢。冰冰是无敌的。走迷宫。开玩笑的，这名字白取的。都走了。马上就到。耶。好一个。很高兴遇见你。我看看后几名是谁。扎粉打。哎呦喂！金币。我 out 了。不过吧。你们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他们 KS， 我觉得除了咱俩，其他人全都过不了第二关。我看看。我觉得要不给他们组个队。就淘汰了8个人吗？啊，下盘玩组队不是？让，对对，下盘玩组队。我开成自由吗？只有我和 KS 进来吗？怎么可能啊？大家都走了吗？你们掉！来，抱住我，快抱住我！干什么呢？别！不是卢小伯，我会专心一点。别妈追着我呀，一帮人干嘛都追着我呀，哎呀，别老追着我，我哎我记住他了，过不去了，快来帮帮我，帮帮小歪哥迷藏，哎呀，我操，还好，哦，荣耀还在，徐姐也没死吗？直接死了，亲眼看着他死的。OK。查一下。一共有几关啊？4关。
呀，这个逼你妈又来搞我了！谢谢你的超级起步。哎呀，轮到你的超级起步。哎呀！我也想帮忙。应该是只剩下我。我们下盘玩那个四人组队的。我也想帮忙。我、哦，你继续说。被射烂了。这帮兵都躲在一起，也不是什么意思。组，搞个。行啊，白哥。我这帮兵都不互打的，他们他妈躲在一起。谢谢尼可的等一号哥，谢谢尼可的。等一等，谢谢尼可的团团圆圆。那我们玩组队的好不好？这样大家都有机会能进入到。对对，我就这意思。好嘞好嘞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这意思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麦哥麦哥，你先拉我组队吧，这样我省得你把把邀请我。天哪，我长得也太好看了吧！我这个蛋仔好可爱啊。我直接带飞你好吧，咱们四个人。我拉人，我拉人，陈斌。传送队友好。我见了，我见了，我见了。你们拉点小黑呗。我们是一共七个人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人一队正好。OK， 一人一队。左边不会是那左边就是主播队吗？不是，一人一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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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没什么游戏体验呀。别一直跟着我，你能不能一人一队？不是一人一队，咱们四个一队，你妈第一天就没了。我们得分开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有队友抱大腿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老是换位置？小黑呢？小黑进来正好一人一队，你妈别跟着我。进来三个大腿，快点进来三个大腿。是，你们先把小黑拉进来呀。我没有小黑好友，不都加的你吗？哦，我拉小黑了。我不都说我直接一人一队，一人一队，快快快，一人一队再下去。一人一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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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又OK，
耶对耶对 ，OK OK， 然后那个密码是，我操，我密码是多少啊？这密码都没输，已经有人进来了。密码已经进来了，太怎么没人啊？我密码是9999，四个九试一下，要不然四个八。兄弟们，九九四个九或者四个八。高手跟我一对，高手跟我一对。麻烦高手跟我一对，谢谢高手。我这三个队员可不可以啊？能不能整起来？谢谢 YH 的玲珑现世。怎么办？我要拖累他们了。完完全秒进！我的天哪！哇塞，哇塞，太好看了吧！我这队友皮肤一看就牛逼。谢谢 YH 的玲珑现世。徐姐和谁一队？怎么说？喂。好，我队友直接把我捧起来了。你们好，说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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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塞！等一下，这个怎么走呀？人鱼，我开始走人，我。哎呀呀！哎，做不到。问题不大，滚。没事，滚蛋，继续走。坏了，坏了，没人能传了。没人能传。哦，传送！哎呀，我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我也想帮忙。坏了，没了，没了！好，那怎么队伍很强啊？你别你们传送，传送！哎，那个好劲！天哪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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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晋级了，晋级了！妈你！一枪打的就赢了。怎么说？谁被淘汰了？说话！真的在。谁被淘汰了？说话！我们小队没了呀！啊？你们队没了？我们队没了呀！哈哈！可以可以，我。假假为什么又通关了？假假。假假太强了，你好好学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好好学假假。太厉害了！对，不知道怎么玩他就赢了耶！我直接给我抱着走。啊！啥啥啥？哎呀，你出来什么对话框？你被你未成年了。传送，哪里有传送啊？不要再撞我了！这也不算。躲开，躲开，躲开！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这记了，记了，记了，这下记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谢谢来者。这怎么上去啊？哦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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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记了记了，这把这关我从来就没过好。能不能行呀？没有有太强了吧？不会有人没过关吧？还有谁活着呢？天哪！天哪！太夸张了！我不会刚刚的那个第一名在一起吧？你又圈圈凭什么进来了？我天哪！圈圈雪女凭什么进到这一轮的？还有他妈耿雪，你们三个凭什么能进来？圈雨跟雪儿都活着，太不公平了！什么能力啊？你们都会不会玩都？天天播这个，就是我看看圈圈怎么事，我看看圈圈怎么事。我的小舅舅，等一下，不许你看我！哎呀呵，家伙圈圈在撞的嘿，呵哎呀呵。哎呦哎呦，天老爷，我太厉害了！我觉得这把表现非常好。谁呀？谁撞的？赶快点，赶快点！推开我！撞被撞烂了。哎，队友又要赢了。哎呦呵！哇，有人放屁吧？是。点传送，瞬间点传送，瞬间右上角。传送在哪里啊？传到哪里？右边你的鼠标，不是你的操控那个。哎呀天哪，你的跳的那个前辈点。好吗？我太强了，我怎么可能淘汰我的队伍这么强？连累大家，太强了！哇！我的队伍要拿冠军了。这关不能传送，他骗我是吧？好。我不知道，不是骗你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有呢。这个我是真不会。谁进决赛圈了？我们这是。嗨，这是我，你跟小黑也进了，我的天哪！
对，三大，但是我不会玩啊，这关，这关怎么玩啊？你就往下跳就行了，就赢了。啊，我明白明白，就打人是吧？我乱乱打，谁？这红大力是谁？你们要蓄力，你们要那个弓箭得蓄力，蓄满力才行。好好好。哎，我要被打死了，滚！这个麦当劳不是好人。哎，小黑呢？小黑还在？小黑还在？没事，我队友巨强。我小黑没有没有体重。我队友满血。哇塞！就买这个麦当劳。麦当劳可厉害。嘎哒嘎哒。就这个麦当劳，嗨，就这麦当劳是吧？我还好有这个独挡。小黑这么厉害吗？小黑，小黑还活着，哎呦，被勾了。哎，他不就死了？天哪，找到他了。啊！哦，变鸡了！哎呦，坏了，坏了！哎呦，哇，他死！哎，是满血的呀，快！哇，二点一！完了，我最后这两个人也不差。哎，这麦当劳怎么这么能活呀？哎！哎！哦！天哪！我们是亚军啊！欢迎得到冠军，小黑得了个第一，冠军哦，小黑是冠军，这三波的。我重新这样说的话，我们总有冠军啊！应该不会七个主播七个队伍，然后剩下那个不是主播的队伍冠军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我们是有七个队伍还是八个队伍？八个队伍好像是。八个队伍，但是七个主播一人一队嘛。然后最后是那个没有主播的队拿冠军了，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会那么尴尬。来来来，你们进，你们进，你们进。你得拉我们呀。这都怎么进来的？我这密码也能有人猜得进来？来个高手，来个高手，这是你们拉的吧？这个、感觉没拉，没有人会拉的，好不好？哇，这都能猜得进来？等一下，我要喊个高手。来，四五三二直接进，观众朋友们，四五三二直接进，四五三二。斑比，我点你，我加不了好友哎。来个高手，高手，高手。晚点加吧。可以吗？你们厉害吗？你们厉害吗？没有高。估计是可以，先发可以。这有个彩蛋。人工过山，不会玩。抱起来，抱我！我这谁掐我？谁抓我？谁放的木啊？真恶心啊！我瞎了都。谁他妈给我撞下去？我吐了！哎呀！哎呦，你们别放这些恶心的东西了吗？好不好？假假假假假假！我们队友大腿，我这个性别离是大腿，快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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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哪，我们队友一个比我还慢呢！姐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我的队友很猛。谢谢水突突的抖音哈，感谢。花路。没玩过呀，这第一次玩好像。哎呀，我
再来一次，有我在。啊！我直接跳下去了。哎呀！完事儿，完事儿。啊！滚！哎！加油！让我们一起奔向终点。哎呀！坏了坏了，我们对不得人呢，我们对得人呢。好了，快快快快快！阿林，我们又卡着分进的。玩啥关啊？玩不了都。谈谈乐简单是什么东西？这简单吗？玩麻了。我看还有谁啊？天天又活着，天天为什么又活着？不好意思。我不信，谁又活着？不信我们。怎么给我打起来了？再来一次，有我在。哦，不对了。哦。天，熟读传授的招啊！我这乱传。还真好呢，没有主播活着了是吧？有有，还有个荣耀。荣耀叫啥？不想写作业。不想写作业。好快！把你给他打掉，他回去写作业。天哪，荣耀还蛮神。荣耀花好多钱给这款游戏。天哪！太有钱。坏了，我方两个人都没了。不要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不信，不可能。它会飞。哦，它是飞风。我们就剩一个人了。
可惜，不要吃了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谢谢冬眠的参与支持，谢谢冬眠，感谢感谢，晚上好哈。我再把羊拿回来。真的吗？冠军我要想个无敌的密码，我要想个无敌的密码，不可能有任何人破解。三个优秀的队友。你写个87001啊，这密码谁能猜得到啊？可以可以，不会是四个零吧？搞个87001。歪哥的密码不是888就是999。大家就直接从0000输到9999就可以了。穷举啊，直接穷举。里里外外就那么几个数。这把我争夺一下冠军。嗯。嗯。Go。来44222，快快快，44222。五位数这么高级吗？太强了。太强了，白哥。明显这次大家进来的明显他妈徐姐这把必吃，我吐了，徐姐这把必吃，夸张，我都夸徐姐那什么意思、啊、他妈全在轩宇那边大腿、啊、你们这么腿都认识、啊、哎呀全在轩宇那边，夸张了，斑比太可以了，斑比最好搭配，能不能先把轩宇这队淘汰了，他们在保送，他们在控制场上的胜利情况，我看出来了。谁你看你看你总有刁民吧，不可能打我，炸、哎、炸着陈斌了，是不是毛病啊，一直抓我，真的不炸了，你上牌就炸我，哎上牌你也看见了，能对我好一点吗，能不能对我好一点，哎呀这个手有点伤，好坏了，我们队我们淘汰了，我吐了，太强了，我吐了，太强了，我啥也没干，哎呀，难受难受难受啊！我们怎么就没了？啥也没干，就我跟陈斌两队淘汰了，太惨了！太厉害了吧？我们明明是最强的，啥也没干。我看看，我看看斑比不可以怎么躺？六位好人，斑比也有皮肤啊！说的斑比。这斑比都走哪儿去了，都迷路了，我的天哪，凭什么呀，凭什么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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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斑比的视角令人惊艳，你看看你看看，哎呦哎呦，视角令人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就纯塔这还第二的呀，哎，像极了斑比当时玩狼人杀的样子，我的天！这么服气吗？你看徐姐第一，现在是队友已经全部都过关了，都你妈在前面站好了。不虚一两，哇、哦！你说这凭什么？飞起来喽！哎，哎你。小黑，你怕走到开始的地儿怎么走？谢谢贾鱼的等待花开。牛啊！这妈妈走到刚开始的地方了。太惊艳了！太惊艳了，这关不能传，我看看他们怎么事儿。我看看啊，看怎么样啊？春晚出一身华是吧？对
对，就滑了，就滑，滑呀，滑呀，左右来回按呀。左右，左右啊，左右来回按啊啊！哎呀，太夸张了。这怎么转向呀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往回滑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，你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。哟，天哪，这一点方向感都没有！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这都往回滑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俩真的是。我太好了，徐姐没有滑得快，你可不行。就这样跟徐姐比一比啊？圈圈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圈圈，他妈的，都在。圈圈，你是壁虎吗？你要上墙了！我操！你怎么走啊？太狂了，圈圈！圈圈都你妈上墙了！我操！然后他晋级了，你敢信？凭什么？哎呦我操！太夸张了，朋友！太吃惊了！我一直在穿墙上，现在怎么可能？太惊艳了，兄弟们！我要得冠军了，很抱歉。了，谢谢大家。拿冠军也行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！天哪，圈圈奶奶，耿姐说话，牛逼！我已经看中这个伤心小猫了，我要把太猛了是吧？招入麾下，招入麾下可还行？嗯，伤心小猫好猛，太猛太猛了，我们队友太猛。他直接拉腿进，谢谢你陆小五，他假假都不说话的。哎，还有谁没进啊？还有谁没进啊？啊，我什么没有喊我？开始自己拉人了吗？圈没拉没拉呀，他们自己进，这怎么进来？你干嘛呢？小黑，怎么都进来了？这帮人怎么进来的？假假，我进不了你的房间。别！你们出去一下，你们出去，是不是？别！你们出去一下，不行，我得把他们踢了，踢了再让他们。自己拉的，有问题。不是，我得把他们先踢了。我还没进来。我把他们先踢了。自己都开始拉腿子了。没有，我把他们先踢了，一会儿再进。还有谁没进来呀？还有谁没进来？我没进来，没邀请我。圈圈在哪？操作太频繁。进来了。我操！我密码忘了，我真忘了，七七八八。
七七八八八，要不然就是八八七七七七八八，七七八八八。七七八八，完了。那怎么看密码？我八八八。你妈的年纪真大了。行。我是对的，人家进来了吗？有人试进来了，不知道是哪个。怎么试的呀？八八七七，反正就是。七七八八八八七七七七八八八，八八七七五哦，七七七八八八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操，这都进来了。行，哇，他们也太强了。体谅一下啊，我忘了，哎呀，我年纪大了，我忘了。我队友这把一看就厉害。我队友开始了，我这把我不好意思。这把拿个第二吧，我好超级起步了，你妈当时怎么走路怎么走得比我快，我看到本本了，谁在撞我？小黑在打我。哎，我这队里腿子太多了，我队里腿子太多了。刚刚还不能传送，刚刚还不能传送，还没亮，两个人过关吗？不是，我现在自己已经变成腿了。彬彬呢？不会 KS 又没进来吧，彬彬？我卡了，我卡了，全程观战是不是？天哪！哎，别多说，朋友们，今天下播之后，主播今天要把这游戏给玩穿了，我要练习了，受不了了。彬彬也想当腿子呗？能不能跟你闺女一块玩？怎么有人扔我呀？这个什么就不掉下去吗？还是什么？爸爸，你要播这个蛋蛋吗？蛋蛋现在都能直播了吗？真牛！那就不掉下去就行了呗。不掉下去也不是那么简单。我也想玩。哦。没跳没跳。白哥，你能不能使下坏啊？你能使下坏啊？给他们丢进去。怎么往下丢啊？马上就到。哎，我又刁民害我，还好我跳回来了。哦，我这关没有人被淘汰，天哪！天哪！哎，怎么轮轮都能过到第三关，真不好。啊！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飞起来！也说。哎，我也想帮忙。哎，老五在我这队，老五不是那个很猛的吗？厉害！哇哇哇哇哇！呀呼！啊，怎么也不行，怎么？哎呦哎呦，你们这三兄弟太好笑了！我会专心一点。在一块儿。
什么的态度？开滚动，只能阴暗的躲在角落里。我刚开始不应该用加速撞，哎，就阴暗看着你怎么了吧？哎，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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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叫做炸弹伞啊？我炸弹伞大哥，你是不是还没吃过呀？我这把就吃。是的，我看你第一视角啊。好、哦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放下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拿着。我会专心一点。我怎么转方向？我完了！滚、哎！加油啊，椰子兄弟！我们这就靠你。我他们都死了好多人。没有了，不厉害了，我给现在暂时都没有。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我他妈，我踩了个什么东西？高手见死了！耶！东东爱吃冰的。哎呦，我踩了个东西，给我崩飞了。大家这边配合啊，大家配合。气死我！我踩了个跳板。我又拉住了。喂。毛了，太秀了吧！就刁民这一套连招，刁民他妈的不会一 v 二了吧？一 v 三？我不信，我不信。等一等，东东很有主见。哇、哦，勾住了刁民了，漂亮！哎呀，不行，还有咸鱼。我快坏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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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了！有。连招刁民，我丢！坏了，这个刁民这个逼要翻盘了。等一等，刁民能不能拿这个咸鱼竿抽他？抽他？抽！坏了，他拿了咸鱼竿，又拿了。哦，好，躲过去了，躲过去了。甜片带的是隐身还是带的是？说，哦，哦，啊！这么厉害！都他妈刁民一个人一穿四了，太夸张了！让荣耀躺机了！荣耀他妈怎么吃的我？可以了，我们队员已经很厉害了，很强了，大家。有点想要收入麾下，嗯。嗯，你收入麾下，天天就弄你，你看着吧。我看看，没有人带得动我，没有人带得动我。KS 这个话语中倒是挺厉害，又是咸鱼干，又是这那的，玩起来实战确实经验还有点欠缺啊。那有本事带我赢啊！坐到第一排，等待我的队友进入。不行不行，拉错了，你得先出去，你先出去。对对对，好好好，这样公平，这样公平。好好好，那个密码我这回记住是六个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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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个零。我靠，我这把要被刁民带飞了，我要被刁民带飞了。我得弄点好记的密码，不然我老自己老忘。嗯，马上就到。
哎呀，他妈！你这！再来一次，有我在。再来一次，有我在。我玩到头了。不让我说。再说五声吧。哈哈。快点，飞起来喽！陈斌和玄宇，小飞，终于过关了，不容易。还好队友这把可以啊。哎呀！哎呀，被删烂了！谢谢小浪乖乖的零用钱。很高兴遇见你。我的队员又都到了，这么厉害吗？哎呀，哎，怎么传不了？又能传？我第一个过关。哎，他怎么还能出来？哎，他不都到达过关了吗？怎么还能出来呀？我们这个队员。哇，他怎么还能出来？血压玩上来了，我真的玩这个游戏，我真的是血压玩上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血压玩上来了。哇，这张图我是大腿，我这张图我巨强。真的吗？这张图我大腿，好好学，好好学。那我这个大腿。马上就到。让我听听你的故事吧。这把已经玩的还可以了，但是我操啊！我们被淘汰了！天哪！我们怎么被淘汰了？小黑又进决赛了。为什么？对，小黑没淘。我之前带回买的那个松子太好吃了，我看看谁进了。小黑，小黑，哎呀揍你！哎呀，揍挺好的，感觉小黑。金币。哎呦！小黑，
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猛了，小黑都吃两把了晚上。LG 游戏啊，你太疯了。我们队绝对有卧底，有卧底，不知道是谁，但是一定有。那你自己吧。哇，我是我是我队的大腿。哎，想哭就想赢一把，都赢不了。选一个好座位。三三六密码，快快进进三三六。没想到吧，我突然换成三位密码了，哈哈！没想到。卧底群里每个人潜伏在一个主播的队伍里面。太狠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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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兔要 C 了，真的，这兔要 C， 这兔巨厉害！别给我扔上去，我操！太夸张了，这队友！哈哈哈，弹了你！别给我搞冰了，真是！嗯，马上就到。我会专心一点。怎么会有这种怪人？好，快点，快点！再来一次，有我在。阿力，看看谁被淘汰。哎，阿力！哎呦！啊！可以啊！我第一次没过第一关，一定是跟神儿的卧底，本本的卧底。天哪！谢谢卧底啊，谢谢六的开卧底太强了，卧底。这关要吃这个橘子，吃够100个过关了。你要吃吃100个，我乱吃，我已经吃了5个了，太强了。没了，就哦，就这一段。哦，我这把有金银剑。嗯，这个不要紧，跑在那旁边两只，那不能上头。马上就到。我不去了，快点抱抱我。我也想帮忙。谁放的箱子？
让我听听你的故事吧。哎呀，竟然不是第一，区区第二。车车的云中秘籍，这个就是云中秘籍，太难了呀！谢谢 Adding 的，真的老撞了。我也想帮忙。扳手是打别人的。这换电脑会，换模拟器应该会操作会好。太难了。要是电脑不好，可以拿那个模拟器。模拟器是用手电脑玩的吗？没有，手用那个 iPad mini 玩的，得玩钱。哦。不知道是手机码头不够长还是？很高兴遇见你。哎。我那个鱼怎么用？怎么看？啊！我撞到那个东西。哦，这个关有三队人。天哪，本本好。那我们的全没了。大家吃了吗？我一直在躲。人都爱吃冰的。其实我在这里扎你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做还没死，还没死。太夸张了。而且你特地没说话，很安静，还吊车。我的小舅舅。哇、哦，没有主播可多敌人。我们搞个最后一把好不好？好的。我们最后一把。好的。主播只获得了第二名。最后一把。我是万年老二。我确实想啊，都羡慕你拿到二。嗯。把好友先拉进来。蛋圈是个什么东西？又忘密码了。对，玩一个小时。五个五，来六个五，密码六个五，六个五，六个五，六个五。六个五，六个五，六个五，最后一局啊，最后一局。旁边的人一定最厉害。嗯，最后一局、哦。冲！有我在。哎呀，这帮球吗？哎呀，坏了坏了坏了！怎么还有托管中啊？我们队，我天哪！我这不是我上次第一那个。哎，马上就到。车管，嘿嘿，好了吧，好了吧，
不知道为什么USB 不响应。完了呀，完了呀！我是这，为什么在撞到我？那个刁民他妈上来就搞圈圈，太惨了！啊，他举着我走！地刁民不让圈圈过去，还放下炸弹给我！他也天天这么搞我，没办法，太坏了。你那个不没有炸死徐姐，炸死圈圈了呀？是吗？是的。我直接掉下去了。那个炸弹我先出不去了。刁民这个逼太坏了。真没乱宰。嘎哒嘎哒！太惨了，小娟。娟娟气死了，我操！我们还是挺喜欢的。小绿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呢？小绿，我操，这个刁民太夸张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人家挺直的。对不起，我的队友，我笑了。可爱了什么？可爱是你直的。不许骑自狂，又跑两圈那个，老撞那个。哇，陈斌在，可以啊，陈斌。哎呦呵，哎呦，哇，陈斌现在可以了。这小走位，还可以，陈斌这把可以的。KS 是不是叫那个冰冰什么什么的？对，叫冰冰是无敌的。哦哦，是无敌。欣赏一下，欣赏一下这把陈斌的视角。好好欣赏一下。哎呦喂，认真的我自己都害怕，我都。看看彬彬怎么个事儿啊！看看躲他专业组。哟，陈斌被人怪着。啊！你倒是打人呀，你不能跑呀！我打。哎呀！呀呀呀！要一起去参加茶会吗？喂，我要看看如他走。那
带我赢一把，他能不能就带我赢一把？怎么说？带赢了？没有主播把把赢，人家都说了。哎！哎呦，这个炸的好！他们一看就看了。啊！我他们这个钩子加炸人真的厉害。冰冰，你也是应该能有一个操作的。金币，金币。我手机操作不了半点，只能说一句。哦，对，你手机。那期待你达到的时候操作一下了。我都没玩过网，不会，不玩了，我觉得不玩了。跟雪儿嘲讽我，我玩不玩了，白哥，你们那招再找一个。我没有嘲讽，我是在期待你带我们。再找一个，我正好没放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那怎么说？那就溜了。你再找一个，再找一个。好。那就这样了，今天就好吧，我们下回我们过节期间还得再玩一次啊。好，拜拜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行了，那个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就播到这儿了，我去出去吃饭去了，然后我们明天，明天可能也会播吧，反正这两天偶尔都会播，然后过年期间还有蛋仔派对要播。英雄联盟，我先去吃饭，然后晚上回来晚点搞一搞，好吧，走了，拜拜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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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